是给大家现在接档的那个，我叫华美仔，然后欢迎大家来到992，然后有，燃爆新秀就在这里，992长期招那个场控，有意向的可以点一下麦序上的黄马甲哥哥，我给大家表演第一支舞蹈，然后希望你们能喜欢。对。哎呀，你们都要看广场舞，真的是这段时间就疯了呀！你们，送给你们一个韩式广场舞，送给你们一个韩式广场舞啊！Live it up like samsara.逗大家一个乐子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给我点的关注啊，然后欢迎大家来到那个992，然后呢，我是华美仔，喜欢美仔的可以点一下关注，然后给你们带来第二支舞，华妹儿，哎，欢迎大哥们，欢迎啊，欢迎你们来到992，
然后大家不要走开，后面还有更精彩的表演给你们。那个吧，大家都图个娱乐，那个图个开心，对不对？给你们带来第二支舞蹈，我自己憋不住了。本来我想装作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，还是不行。给你们带来第二支舞蹈。我是刘颖，欢迎刘颖大哥。一会儿吧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给妹子点的关注，然后那个欢迎大家来到992，然后喜欢妹子的可以点一下那个直播室通知啊，992长期招那个场控和管理，然后有意向的可以联系下麦序上的黄马甲哥哥。然后呢，我给大家带来第三支舞蹈，希望你们能喜欢。每天晚上都是跳的湿漉漉的回家，真的是，不是我想要的呀。该湿的地方不湿，不该湿的地方湿了。给你们带来第三个舞蹈。
喜欢妹子的可以点一下关注啊，眼镜拿掉我就看不见了。谢谢啊，谢谢大家给我点的关注，谢谢啊。然后呢，我还有几十秒时间，然后还没有点关注的宝宝可以点一下关注，然后我会15分钟过后我会给大家带来最更精彩的表演。然后后面的，啊天哪，口干的舌头都不灵活了。后面大家由那个丁丁给大家表演更精彩的那个更性感的舞蹈，然后大家可以点一下那个丁丁的关注啊。然后992长期招那个场控，有意向的可以联系一下麦序上皇马家哥哥。我呢15分就再回来吧。